是 Q 奇，欢迎来到了 Q 奇的频道。那今天呢 ，Q 奇要来拍的是 DR 史莱姆。这个史莱姆呢，是我哥哥在台中帮我买的。那这一款史莱姆呢，是生日派对系列的史莱姆。这个的价钱呢是100块台币，然后换来马币是14块，其实有一点小贵，因为呢这个还蛮小罐的。那 Q 奇也话不多说，赶快就来试试他们家的质感吧。它的质感就像是胶水加白胶，然后加沐浴乳，还有加颜色跟它的粒粒。如果马来西亚人你们去不到台湾，想要买 DR 史莱姆，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做它的质感。